的薯条。啊，你还没吃啊？躺在我房间。倒了一些什么东西？你看，又是味觉糖。没什么在吃。好，宝宝吃。啊，那个功效是干嘛的？让你嗨起来。那表示没什么用。那个是什么功效？他登天地。爹地又跟阿妈看一样看的电视，就想要买那个东西了。哇，他已经阿妈年纪了。哦，太伤心了。看来是电视看太多的后遗症，就是一直乱买东西。太糟糕了。